都跟你们一样的好了，这样才不会造成你们困扰。来，各位老师 ，demo 给你看哦，请看这里。要紧，这样没关系。来，请看哦。目前这一端是那个灯泡，灯泡这边接 normal close。啊 ，normal open 啊，那 normal open 的话是在，啊 ，normal open 的话是在这个 NO1。好，所以接 normal open， 来就把它放进去。那这个如果有先焊接的话，就是说先点一些焊起的话，这个会比较好接哈。好，放进去以后呢，再把它锁紧。舌硬就好，硬的就好，唔通硬吹哦，吹因为这个不是很强度，不是很高，你硬吹会全扁哦，好，好，这样有紧就好了。那接下来插头这边，插头这边的线接那个 normal， 接着看共通点看，那我先把它松开哈，松开一点。好，进去了，接看，然后把它锁起来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一头呢，我们有一样有三条线。各位，这个时候我们用哪三条线呢？我要用刚刚的，因为我们懒得拆了哈，我们就用一样的。你们比较好记的是什么？应该是红外线的。比较好，直接把它拆红外线的。好，我就把另外一组红外线是几号？考考老师，另外一组红外线是几号？不是一号、二号吧？不对，二号。啊 ，P 零。哎，是零号嘛 ？P 零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记得哦，我们要拆 P 零哦，哈。那这个拆 P 零的时候呢，我们请你注意，我们先把电源先关掉哦，因为我们接下来的程式就跟你很不一样了。好，那拆 P 零的时候，请你注意接地。请你接地一样是要照接地哦，最后回复到我们的 SVG 一样是 SVG 啊哈，没有照到。那只不过这个 S， 这个 S 以我的 S 来讲，我的是白色的，我的是白色的，所以我 S 就在接这一接 in one， in one， 然后这边一个是接地，我的接地是灰色的，所以我接 GND 是灰色的。啊，另外一个是接电源，接 VCC 啊，那中间还差一个 V2， 还有一个 IN2， 对不对 ？IN2 的话，将来如果你有用到第二个的话，才会用到 IN2。那因为我现在只用到 IN1， 好，这样老师有没有问题？接线的方法在这里，老师如果你有困难，可以到前面来看哈。啊